电台财经频道大型艺术品收藏与合作节目一锤定音，我是朱毅。首先掌声欢迎今天坐镇现场的四位专家老师，大家好。十七位夺宝人今天又将会凭借自己的见识眼力展开一场争夺，我们要争夺的依然是本场最具眼光的艺术品投资人的称号，谁在节目结束的时候能够端坐在前排正中的钻石夺宝席上，他就是本场最具眼光的艺术品投资人。来领略一下今天的四件宝物的风采，请看。第一件宝物，请看短片。他出身高贵，卓尔不群，自古以来即被视为玉石中的佼佼者。他的色泽洁白莹润，质地光滑细腻，赏心悦目。他的雕工细致有加，内容更是别出心裁，琴棋书画四艺于方寸之间跃然浮现。清代琴棋书画白玉雕曾为古人珍玩，今天是否依然能够拨动人们的心弦呢？好，第一件宝物是清代的琴棋书画白玉把件，我们有请来自湖南的宝主边雅倩小姐，欢迎。边小姐你好。主持人好，各位老师好，各位夺宝人好。介绍一下您这件宝物的来历。这是我们家祖传的。祖传的宝物是吧？对。啊，真打算卖吗？是。真打算卖？真打算。卖多少钱？十万。十万。啊，为什么能卖十万元？有什么理由？因为像这种玉石现在在市面上很少，因为它是羊脂白玉嘛。这算羊脂玉。对。啊、这个雕工挺精细的，然后内容也别出心裁嘛。然后像这种题材在市面上很少见。好，十万元，各位，请抡锤打架。七号。宝主你好。你好。你说的你这个白玉的，我觉得它那个材质不是很好，我刚才看就是有一个大裂缝，完了它的雕工也不是很精致，算不上精工细作，我觉得不算上一件精品之作，我觉得也就6万块钱吧。七号提了两点，把你刚才说的等于全都给废了啊。第一，他说材质不好，有柳裂，第二雕工很一般，你怎么看？我觉得话这个材质已经算是很好的了，然后雕工的话在那个清代的时候嘛，有这种雕工已经算是很不错的。王老师，这您怎么评价刚才夺宝人说的这两点？刚才的宝主啊，稍微讲的那个介绍这块玉的时候啊，那个话大了一点，所以让这个七号就很容易找着找着了。嗯，因为这个是不是羊脂玉？不是。羊脂玉啊，就像那个肚子里面羊油一样的。嗯，它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润润，而且呢还要带点微微的粉色，这才是羊脂玉。这块玉呢，但是它是一个和田玉，而且是一个真正的我们这个新疆和田的和田玉。哦，这怎么不是广义的？不是广义的，因为它是一块籽料。嗯，其他的玉啊没有这样的籽料。我们看到这个下面这个东西啊，它实际上是一块皮。啊、哦，是皮的。哎，就是那个表面上的东西，它给利用了。那它算是柳裂吗？这块？哎，是柳裂。过去呢，找籽料是不容易，像这样一块籽料呢，也确实是很难得了。如果在今天的话，一块玉，它如果再雕起来的话，就价值就比古代还要高。现在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。材料比成品贵，心里比老的贵。现在一般来讲的话，不会雕这样的东西。这种东西过去的那种琴棋书画是那个时候人的审美。嗯。哎，我说了，这不是羊脂玉。哦、是。啊，从今儿起就不能说它是羊脂玉了啊，和田玉籽料啊。来，下一锤。八号。曾子泰，中国国画研究院特聘画师，他由于受到中国传统书画的影响，对木器、玉石以及书画艺术品都十分喜好，闲暇之余喜欢与藏友相互交流，收藏已近十年，今天对于他来说是否是一次不小的考验呢？宝主你好。你好。
首先呢，我想讲一下这块玉雕它的一个构思上，我发现有点问题。因为它这个奇情书画四个题材呢，我感觉好像是比较生硬的把它摆在一起，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衔接过渡堆一块儿，所以用那个块面凹凸这种感觉看出去比较生硬，这个设计构思这一块还是缺乏一些好的创意，那么我感觉给它打个6折还是比较合适的。如果按您那个想法直接从30万起，对，那就不会这么便宜了，那我就买不起了。从雕工上来看，这是清代什么时候雕的？应该说是清代中晚期的。中晚期，为什么呢？我们看这个玉啊，有一点大家注意，我们一般看的这个有这个孔的地方，可以银子光看，银子光看以后啊，它里面会出现一种包浆。哦，古人雕的就是用水镇雕的玉啊，它是一边雕一边就打磨了。现在呢，我们雕的东西先雕好，雕好了后打磨。这是我们看，尤其看那个阴刻线那个包浆，阴刻线的包浆啊，因为你外面的抛光啊，可以用抛光机这么很快抛了。但是阴刻线的加工痕迹的地方，你要注意一点，就是我们可以看那个地方，如果出现包浆了，基本上是老东西。老东西啊，这个审美呢，它也是这样的。这个是那个清中晚期，中晚期就这样的东西。来看一段短片，再来详细了解一下。总体而言，古玉更注重整体的文化价值，而新玉更加重视玉料本身的品质。从文化韵味来讲，古玉蕴含的意味相对较深，每一件古玉都反映了当时不同地域的政治经济状况和审美观念，因此古玉是一种高层次的文化载体。目前市场上出现了新玉价格比古玉升值快的现象，很多新玉价格甚至高于古玉，究其原因，主要是因为新玉拥有更庞大的消费群体，交易的活跃无形中抬高了新玉市场。实际上，我们在欣赏玉器的材质美之外，还应该注重它的文化价值。随着人们对玉文化认知的提升，古玉和新玉才能够都回归到它们应有的价位。来，最终报价，确定？确定。各位，请出价。夺宝规则。第二轮出价后，宝主面临三个选择：选择与出价最高的夺宝人达成交易意向，选择退出，选择进入10秒夺宝。好，出价结束，接下来你不能回头。我们请导播把三个最高的出价打到我们身后，看一下。接下来你有三个不同的选择：第一，在你不知道到底最高出价是多少的情况下，最高价成交。第二，10秒夺宝；第三，退出。你有3次机会来探底，任选3位，你要问他们刚才出的是多少钱。第一个问谁？4号。为什么是4号呢？因为他是湖南人吗？我出了8万。8万啊，声音在颤抖。我们的夺宝人这个时候只能说他出了多少钱，不能说别的，不然会透露信息。但是刚才从4号这儿能听出一个信息来，他的声音在颤抖，我出了8万。你可以分析一下，有一次验证机会需要用吗？8万。不用。第二个问谁？15号。15号，出了多少？2万。2万看吗？看。看看2万在不在后面啊？不在。2万怎么可能在后边？11号。11号，你出的是？我出的是8万8。8万8千元。好了，所有的信息只能知道到这儿了。来，不要回头，做好选择，请慎重考虑。宝主3次询价，夺宝人出价都远远达不到宝主的出价15万，此时最高出价也不过只出到了10万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宝主会不会选择放手一搏呢？
好了，你的决定是？我的决定是十秒夺宝。十秒夺宝都不看了是吧，最高奖啊？想看到吗？想。看一眼吧，来。最高是100,001元，跟你的想法显然有一定的差距。来，十秒夺宝。想知道刚才出价最低能低到多少吗？想。请看，2万。2万元就是我们的起拍价，只要有10秒的区间内没有人应叫，屏幕上显示的价格就是达成交易的价格。十秒夺宝，开始。5万，十号多，5、4、3、2。4号桌7万元，还有加的吗？11号桌7万5千元。4号跟11号抢上了，8万。10万，17号伸手了，10万元，11万，10号桌11万，10号桌11万了，13万，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行了，就是他了，恭喜10号以13万元和宝主达成了意向。来看一下北洋百货的3家拍卖公司给出的市场估价。6万元，价格比217%，有请10号坐上钻石夺宝席。感谢卞雅倩小姐带着家传宝物来到一锤定音，谢谢。谢谢主持人，再见。邓老师，这个比商店的价格低，二级市场就是拍卖市场收货的价钱往往要偏低，在实际拍卖过程中会适当的加价，根据个人的喜好，加到12、3万啊，可以接受，是当前的行情价。谢谢，谢谢邓先生。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一类宝物的市场走势。白玉雕琢的琴棋书画古今皆有，多为儿童配饰之物。琴棋书画是君子需掌握的4种技艺，蕴含了父母对孩子性情和前途的期许。据不完全统计，截止至2013年7月15日，白玉雕的琴棋书画上拍25件，成交14件，总成交额为82.48万元人民币。2012年12月6日，北京保利成交的清中期白玉流皮琴棋书画配，成交价为28万元人民币，位列琴棋书画白玉的历史最高价。从价格区间来看，10万以上的拍品数量为1件，5万至10万为5件，1万至5万为8件。接下来第二件宝物，请看短片。它起源于唐代，烧制于乾隆年间。它的表面柔润，浑厚大方，釉色青绿似螃蟹壳，因此也被人俗称为蟹甲青。它是清代官窑贡品，民间罕有。2010年，一件类似的乾隆茶叶墨釉精品瓷器曾创出1900万元的拍卖记录，见证了乾隆盛世，也见证过朝代的兴衰更迭。清乾隆茶叶墨釉海棠世袭，这件清代茶叶墨釉工艺的顶峰之作，将会为我们带来多少历史的记忆呢？第二件宝物是清乾隆茶叶墨釉海棠世袭，我们有请来自河北的宝主卢小丽小姐。卢小姐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老师好，各位夺宝人好。这个是什么时候买的？这个吧是受朋友的委托，是朋友的一件藏品。这个玩意好在哪儿？
这件物品吧，是一件清代乾隆的官窑器，官窑器非常的少有，也非常非常的珍贵，尤其是这件物品，它这个茶叶墨釉的物品就是乾隆时候是最好的，烧的最成功的，所以这件东西特别的珍贵，特别的珍贵。对，卖多少钱？60万。60万元，请抡锤砸价。5号。宝主您好。哎，您好。茶叶墨釉呢，这个非常精美，自从创造以来呢，就深得这个皇家呀和这个收藏者的这个追捧，然后呢也符合这个古代和现代人的审美，应该是非常精美的一种东西。但您这件这个相对比较小一点，当然东西也不完全以大小这个论价，但这件相对来说呢，它不是一个陈设器，相对小一点，而且呢是个实用器，我感觉使用的痕迹比较明显。我给你出价呢打个5折。这个很正常啊，就是说它因为是贡品，然后呢肯定是使用过的，肯定是使用过的，这个是不影响它的价值，对，这不会影响它的价值，我是这样觉得的。请教一下杨老师，它这个是不是陈设器啊？这个东西得从它的那个釉色品种上来看，因为这个茶叶墨釉啊是这个皇帝啊指定发明新发明的一种釉色，那时候管那叫场官器，你这种釉要在瓷器上烧就难度就相当大。你像这点东西吧，它那个不是磨损的痕迹，实际上是陶瓷工艺本身造成的一种特征。因为它这个口缘那个唇口那部分啊，那个地方那釉它往下流动，你在烧造的时候呢，它就露出了胎的颜色。好，下一锤，15号。您这件瓷器呢，我觉得吧，它造型啊真是太少见了，比较怪异，让人看着吧心里吧还不太舒服。您认为它多少钱？我认为打个4折还是比较靠谱。4折，对，24万。条件看着不舒服。我觉得您这个没道理，价格肯定不能降。他说的跟你说的也没关系，基本就是不降价啊。器型还算漂亮啊，对，这器型不能说还算漂亮，咱不是一再强调，是很漂亮啊。宫里的这个御窑厂生产的东西，那都是经过。皇宫里边画院设计师设计出来的样子，等于就现在说白了就是以前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，现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最高级的教授设计出来的样子，经过皇帝审阅了以后才正式生产的。对对对。1号。屈鹤东，辽宁本溪人，民盟中央文化委员会委员，中国收藏家协会会员，萧淑芳先生弟子，苦心研究中国书画艺术，喜欢水墨感的绘画风格。今天他会对这件藏品有怎样的看法呢？爸主你好。你好。通过细看了一下，你这个款式不清，就底下第一款啊，一看模模糊糊的，我想挂压器应该做的很清晰很规整啊，看不清，这是不利于你这个价格。我感觉啊，这是被淘汰的一件的挂压器。这古先生说的道理，他对朋友都没空来，对，先逃出来一只，把这先处理了。对对对对、啊，然后我给你打个7折吧。这价格行了，你理解啊。是这样，这个就是说这个茶叶墨釉的这个款吧，你就看这些官窑器，基本上款式一致的，都是有点这种暗刻的，都是这种，都模糊。对，都是这个，就是说呢，它不是像咱们贴花一样写的那个那么清楚，那个那种釉下彩的那种是不一样的，它就是那种暗刻的，都是一样的。啊，款式不清。德宝人是。对这东西是看上了，排出了一个他认为比较理想的价格。那个碟的款制，有的是拿那个印章啊，就跟那印花似的，刚开始印呢可能清晰，你越往后弄吧，用的多了反而都不清晰了，不清晰的说明这东西肯定对。哎，大家注意了，
以后鉴定的时候这也是一个诀窍，现在新仿的肯定做不了几件，出来以后全特别清晰啊，大家注意。好，都是地球引力造成的啊，谢谢。好，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相关背景。茶叶墨釉是高温黄釉的一种，起源于唐代耀州窑，因以其色泽颇似茶叶的细墨而得名。清代雍正时期，督陶官唐英把传统茶叶墨釉和景德镇的白瓷胎相结合，改良了这种釉色，并将其定名为厂官釉。茶叶墨釉随即成为名贵的色釉品种。从传世的实物看，茶叶墨釉以雍正和乾隆时期的作品居多，并以乾隆时的烧制最为成功。茶叶墨釉中色彩绿者称茶，黄者称墨。雍正时期的茶叶墨釉偏黄，而乾隆时期的茶叶墨釉偏绿，因此有雍正有茶无墨，乾隆茶墨兼有的说法。这些茶叶墨釉器物上挂有古铜锈色，由于茶叶墨釉具有类似于青铜器的沉着色调，常被用来仿古铜器，所以又被称作古铜彩。刚才的报价是60万，啊？对。现在可以修改价格，你可以优惠大促销，也可以借机涨价。如果喜欢，请出价。价结束。好，接下来不能回头，只能看前面啊。我们请导播把三个最高的出价打在我们身后，你有三个不同的机会，最高价成交10秒夺宝或者退出，在此之前你有3次机会来寻底价，除了钻石夺宝席的是吧，他出不了价，没有亮红灯的出不了价啊，14号啊、7号啊、4号，哎，这三位没有出价，其他都可以问。第一个问谁？我问1号吧。1号，您的出价是88万6。88万6千元。谢谢。看吧，一次机会看，就是看在不在1、2、3里边。嗯，看。看。在。第二个问谁？第二个问13号吧。13号，我给了40万。谢谢。谢谢。最后一个问谁？15号。15号。70万。好了，现在所有的信息都听完了，作何选择，请仔细考虑。虽然宝主将价格提高到了80万，但1号给出了88.6万的价格。一件清乾隆茶叶墨釉花口钵到底价值几何？宝主又会如何选择呢？你想好了吗？嗯，想好了。最终选择是？最高价成交。最高价成交，好，是你。最高价是6号，98万元等，恭喜6号，张工啊。谢谢。天津的张建先生和2号宝主达成了意向。本栏目合作的3家拍卖公司对这件宝物也给出了市场估价，请看，80万元，价格比123%。有请10号回到自己的座位，有请6号坐上钻石夺宝席。好，再一次感谢刘小姐。好，谢谢。谢谢，再见。98万买一个拍卖行估价80万的东西，应该说这个价格是不是有点低呀？按今年的行情，这个价钱在拍卖行真买的话，买不到。买不到吧？肯定买不到。这种东西真是买一件少一件，而且从很早以前，收藏家就是玩乾隆以前。
乾隆以后的官窑是近几年才开始热起来的，以前都没人要，没人玩啊。所以这东西只要够乾隆标准器认好了，是这东西，甭管它是什么，您买了以后它就涨。嗯，所以这种价格在今年的拍卖会上，我估计你买不到。你要真能达成交易的话，你就值。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这一类宝物的市场行情。茶叶墨釉是铁结晶釉质的重要品种之一，釉黄绿色相掺杂，似茶叶细墨之色，故而得名。以清代雍正、乾隆时期制品最好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年七月一日，茶叶墨釉上拍861件，成交511件，成交额2亿8889万元人民币。2010年6月7日，北京瀚海拍卖的清乾隆茶叶墨釉如意耳尊以1904万元成交，暂列茶叶墨釉历年拍卖排名的第一位。欢迎各位回到一锤定音，接下来是本场的变宝秘籍。今天的专家是王敬之先生，掌声欢迎。照例在这个环节，我们为大家展示四件由网友为我们提供的报名藏品。那么他们没有能够入选我们的正选的宝物，而出现在变宝秘籍，说明他们是有一定代表性的、有点那么小问题的藏品啊。第一件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是北京李女士提供的，是她祖传的4个翡翠烟嘴儿。从这个图片上看，这两个烟嘴呢，翡翠是翡翠，但是是属于那种翠根式的翡翠，应该说这是个挨货。人家作假不会做这个东西，从这个烟嘴这个造型来讲呢，也是这个老烟嘴真东西，但是不能上我们一锤定音。第二件，哈尔滨的仲女士提供的翡翠腰牌也是祖传的，这倒是个老东西，这个东西还挺老的，应该是这个清早期的，就是翡翠，但是跟刚才的烟嘴一样，也不是太好的翡翠，材料太差。但是这两件都是真东西，老东西，但是共同特点是材料不行啊。好，第三件藏品，天津刘先生提供了一套印章，刻有晋察冀革命委员会的印文，是一件革命时代的公物。这件东西呢，希望这位先生以后不要再买了。这个东西实际上应该说是一个电脑工。最后一件藏品，北京贾先生提供的一柄玉如意，这是长辈啊，他姑姑送给他的礼物，他认为是清代的。这件东西首先我们讲不是清代的，这是个新东西，这个上面所谓的青色呢是人工做的，再一个这块玉不好，这块玉是叫做地方玉，只能说是地方的玉石。好，谢谢王敬之先生，谢谢您。收藏也有风险，投资更需谨慎。短片欣赏一下第三件宝物。如果单从书法艺术的角度来看，它可能算不上经典，但是它的作者却是赫赫有名的清朝皇帝，可谓字音神贵。他的字体端正雄强，厚重而有精神，颇得笔法，自由心生，端厚的书法字里行间显现出作者忧国爱民之心，奈何时运不济，令人唏嘘。清光绪帝行书8言对联，这位悲剧皇帝殊为珍贵的御笔书法，100多年后的今天，是否还能够为世人所重呢？欢迎各位继续收看一锤定音，展现在各位面前的是清光绪帝行书8言对联。我们有请来自江苏的宝主张珏小姐，欢迎。大家好。哎，你好。主持人好。你好。对，专家老师好。张小姐是做什么工作的？
哦，我是学生。是啊，现在还在上学啊。嗯，北师大的学生。哦，在北师大，这个是在北京收的吗？这个是3年前，然后我们家的一个朋友在拍卖会上收到的，哦，然后原价转让给了我们。今天报价是这么多吗？嗯，今天报价就是35万。啊，好，35万元，光绪手书，这是啊。各位，请轮锤大将。4号。何法仲，中国书写理事，湖南省书协主席，书法创作之余研究哲学、诗词，出版过多部诗词书法作品集，并积极致力于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。然而今天在一锤定音的现场，他是如同参与慈善事业一样的慈心善举，还是如同他的书法作品一样特立独行呢？从康熙、雍正、乾隆等等这些皇帝，字读写的不错，因为他要学习我们的汉文才来统治我们这个国家。但是他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他们的字写出来几乎都挺漂亮，那以现在的话来说，就是一个老师教出来一样。那么这也是一个缺点。你比方说那个赵，赵成一个这4点，第一点两点连起来，后边第3点和4点又连起来，变化不太大，这是一个。而且这个对联写出来，一种写法当然这个写法也是挺好的，规规矩矩。但是用现在的书法家的眼光来看的话，他的意境、他的创意不是太高。所以说，我根据一个价值说，给你30万。好，谢谢。稍微还了一点价啊。这位夺宝人非常喜欢我们的作品，这点我也认同。分歧在于，就是我人啊，4号呢给他挑了一些毛病，比方说呢太中规中矩了，是吧？这个没有什么创意，没有什么创新。哎，这个您不知道啊，这4号啊是个著名书法家，对，他看见他听见你这个报价呀，心中窃喜，没死了，说哎呀，18平尺。不贵呀，比我的字差不多呀，乐在眼前。对，乐在眼前呀，我写一张字能跟他换了啊。但是呢，这个不能说出来，得故意的砸一点，说这个创意不够，没有创意。你想啊，那个时代跟咱们的时代不同，封建社会，哎，封建社会，他又是个皇上，对，是吧？所以呢，这个创意呢。得落在您这样的艺术家身上，嗯啊，这个他呢还是让他保守着吧。嗯，好，谢谢。下一位，17号，老总你好。你好。我认为字没什么可以挑的，我觉得这个作品呢，唯独因为我干装裱这一行的，我认为他装裱的跟这个字有点不相称，偏小气。我出33万。其实我觉得啊，这既然是对联嘛，对不对？它不可能装得太宽的，它是在门两边的，是吧？这边我们现在藏东西呢，又有一个理念，嗯，就是说呢，还要这个原装老裱，嗯啊，如果说我用这个白绢啊，把它弄得干干净净啊，像新的一样，有的时候呢。还不好出手了，所以呢，这个宝主没有把它先揭表后卖是对的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接下来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相关背景。光绪帝的一生虽然充满了屈辱和哀怨，但其本人却是晚清最有理想的皇帝。他有着较好的文化修养，他的书法被称作是清朝皇帝中除乾隆外独有的妙笔。光绪帝自幼是从大学者翁同龢练就了一笔敦厚纯圆的书法。作为一个年轻发奋的君主，光绪帝超前的时代理想和政治谋略的欠缺，导致了他作为皇帝的不幸。但从一个帝王应该具备的素养来看，光绪帝能够接受新鲜事物，有一定的远见。在关键时刻，他为了变法信念，
置生死安危于度外，这使得他从人格上值得称道。而光绪帝的生平抱负和信念志向也自然地流露于他的书法作品中，其书写的内容和比例风格都成为那个变革时代的注脚和印证。刚才的报价是35万，现在输入最终报价。各位请出价。出价结束。接下来堡主不要回头，我们请导播把三个最高的出价显示在我们身后。你有三个不同的选择：第一，最高价成交；第二，10秒夺宝；第三，退出。三次机会，你可以任选三位来问底价。第一个问谁？4号。四号，你的出价是80万，5万块钱一平尺。啊，感谢你把明细都告诉你了啊。80万，需要看吗？不需要。第二个问谁？10号。10号，我给的是35万。35万，好，需要看吗？也不需要。不需要。16号。16号，你的出价是？我的出价是43万。作何选择？请仔细考虑。夺宝人80万的出价出乎现场大多数人的意料，而且这还不一定是台下夺宝人的最高出价。面对这样的形势，宝主是否会选择最高价成交呢？邓老师一个劲儿催我，快去问他呀！他已经高兴得不得了了。真的很高兴吗？现在？嗯，是挺高兴的。真的听到了一个80万的价格，觉得真的是喜出望外，是不是？我今天带着他来就是来找有缘人的，就没打算带回去。对，然后我希望真正的有缘人就是真的用心来对待这一件宝物，所以我选择10秒夺宝。有请。这闪着我，4号都闪着了，我跟你说吧。哎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关键是起拍价是多少。大家有时候啊觉得很有意思，就在这儿，最低出价就是起拍价。来，请看，最低有人出15万元。10秒多吧，现在开始。17万。20万之后每口是2万。40万元，5号桌，5、4。42了，1号桌42了，4号桌44万，过50万之后每次是5万，5，46万，48万，1号桌48万，还有加的吗？5、4，50万元，接下来每次进价是5万啊，5、4，55万，下一口就是60万，5、4。60万，5、65万，70万，2号桌70万，还有加的吗？4号桌75万，75万，1号桌80万，80万元，5、4。85万，过100万之后每口是10万，5、4，18号，90万元，90万元，5、4、3、2、1。前面一直没有参与竞价的18号突然展示了自己的决心，让第一排的人手都放下来了啊！恭喜18号和宝主达成了交易意向，恭喜你们！看一下3家拍卖公司
给出的市场估价。35万元，价格比257%。感谢您带着宝物来到一锤定音，谢谢，再见。这个价格的事儿，我觉得倒不用大家多说。邓先生，我觉得您重点给我们分析一下，在拍卖场上这种情况有吗？几个人跟这儿争的，这个难分难解，最后突然冒出一位来，啪，大家都停了。有这种情况，是一般的，最后一口是跳轿，在这个拍卖师即将落锤的时候，他突然加一把的话，这个很多人会再重新考虑，就来不及了，就落锤了。这个情况很复杂，有的时候呢就是打了一盹的功夫，这个人家就敲下去了，结果东西没买着。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再来了解一下光绪书法最近的市场行情。光绪皇帝姓爱新觉罗，名载湉，他自幼勤习书画，能绘山水，笔法甚佳，书法异匠，字体敦厚浑圆。据不完全统计，截止至2013年7月1日，光绪帝书法作品共上拍237件，成交115件，成交额为1262.39万元。由北京保利拍卖的光绪帝作品《福佑銮城匾额横幅》，以218.5万元的价格位列光绪帝书法拍卖排名的首位。从价格区间来看，100万以上的拍品数量为2件，50万至100万之间为1件，10万至50万之间为23件，10万以下为12件。好了，各位，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件宝物，请看短片。它的用料堪称墓中黄金，它的形制可谓仙影别致，它扑面而来的书卷气息不禁令人浮想联翩。想当年能够有幸被装入函中的，究竟是珍贵经文还是名家大作？如今它彻底跳脱出了实用器物的范畴，成为一件值得珍藏的精美艺术品。清代紫檀木卷函，独特的造型，精湛的工艺，映射出的是古代文人的恭俭与虔诚，这些是否能让今天的我们有所感悟呢？最后一件宝物是清代紫檀木卷函，我们有请来自浙江的宝主朱向华先生，欢迎。朱先生大家好。你好。你好。我很久没来过姓朱的了，我很高兴啊。朱先生是浙江什么地方人？缙云。缙云啊。对对对。这个是您自己家里面祖传的还是买来的？应该算是我一个亲戚的，他是属于这个就是古代装这种比较重要的这种书信啊，包括一些文书啊用的啊。他这个是紫檀木的，清代的一个就是属于一个装文书的一个函件啊，这样的东西。好像这个文书还挺重要。对，你看它一来它能起到保护的作用，二来它这个装饰感也很强，显得这个事儿啊，这里边这个文书啊，它非常的重要，是吧？报价多少？报价15万。15万元，各位请抡锤砸价。9号。刘顺昌来自香港，是一名建筑公司的副总经理，对于艺术有着自己的见解，十分敏锐的他更是对古玩收藏情有独钟，不仅喜欢与国内的名家进行交流，并且多次出入拍卖场。对于熟悉拍卖的他，这次是否能把真实拍卖场上的经验带到一锤定音的现场呢？宝主你好，我打个比喻吧，不是对不对，你是钻戒，会给你一个很漂亮的盒子，但是现在只是一个盒子，钻戒已经不在了，就好像你们的灵魂已经不在，心脏也不在，所以它的价值吧就是大打折扣。我其实不太同意啊，我现在其实我认为它不应该用来过来装这个装东西，它本身已经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这种就说传承吧，
啊，它里面的这个艺术价值啊，已经是应该是让它成为一个收藏品，对，应该是一个欣赏它本身，对对对，装东西的，你就当它装不了东西，是吧？它又不是瓜子儿，仁儿刻掉了剩一壳，对不对？但是它也很值钱，它实际上很喜欢。他说的肯定是托词，但是它到处都托词。嗯，如果里面原来放了些地契啊，都还有用。啊，今天来说的话，房地产来商的找你了，银票可不是这价钱啊。就我所知呢，就是它是内外一致的，外头是什么样，里头外头是什么，里头就是什么。比如上边呢，打开它是上边是两个小手绢，实际上它打开里边就装两个小手绢，底下是一个函套，后底下是一个册页，实际上它里边可能就是装一本小书，底下装一本小画册。下一位，二号，我给你出个价钱，打个六折。我感觉这么一个小盒子，你要十几万块钱，四高了，我给你九万块钱。体量稍微小了点，是吧？这个东西它毕竟小。平常一些像这样的紫檀木的价格都是十几万，有时候都是上百万的。我们觉得这个价格还可以，说实话，我们希望能够保持。啊。啊。现在可以想一想，一个没有经过加工的这个紫檀的笔筒是什么样，所以这个还是做了挺费劲。你看那个，这个放反了，我们看这个上面这两个布别的不够的，然后是红木的雕上去，我来给它上过来，哎，而且还有贴黄，用这个黄杨木啊，黄杨木给贴上去了，所以它这个做的非常的形象。嗯，那至少有一点可以讲，现在要找一个木头想这么做，可能还真找不着。难了啊，材料也找不着。嗯，下一锤，十六号，老者您好。你好。嗯，刚才您的这个器物我仔细看了一下，我觉得非常漂亮又精美，但是唯一我觉得就是它的寓意不太好，因为我刚才看您拿起来它的这一层一层，有一点像就是。咱们说的不好听，有点像那个棺呐、棺材啊那种，有点那种感觉。啊，你这不用不好意思，一拿上来我觉得像，很多那种小工艺品就是做成小棺材哈、啊。嗯。哎，升官发财嘛，是不是？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宝物的相关背景知识。中国古代文房用具，历经了唐宋元明之后，在清代进入了鼎盛时期。文人追求加上帝王青睐，文房器物逐渐向高度赏玩化的方向发展。当时除笔墨纸砚外，文人们潜心发展出许多文房四宝的辅助工具。这些当年的新式文房青玩，设计精巧，工艺精湛，目前市场上紫檀文玩小件升值非常快。紫檀的颜色稳重肃穆，质感如玉似缎，材质坚实细腻，适于雕刻，向来深受皇家喜爱。但是因其材料稀少，因此紫檀大件多出自宫廷，民间甚为罕见。偶尔出现在民间的紫檀文房器物，多是以皇家审美为风尚，融入了宫廷意趣。这些紫檀文房用品既符合文人雅士的欣赏情趣，又具有宫廷味道，自然受到收藏者的追捧。刚才您的报价是十五万，现在可以修改报价，好，确定，各位请出价。出价结束，接下来宝主不要回头，我们请导播把三个最高的出价打在身后，你面临三个不同的选择，最高价成交十秒夺宝或者退出，之前你有三次机会来摸底，第一个问谁？九号，
九号出价多少？不好意思，六万。六万。需要验证吗？一次机会。不需要。不需要。第二个。十六号。十六号。我出30万。需要验证吗？不需要。也不需要。嗯。最后一个。二号。二号。出价多少？我出的是16万。十六万。十六万不在身后，做何选择？请仔细考虑。综合现场的情况，保主没有选择在第二次报价时提高价格，但夺宝人给出了30万高价，却让保主喜出望外。但是，他会不会像前一位保主一样，面对高价却选择10秒夺宝呢？我的选择是最高价。最高价成交。对。恭喜你，请回头。最高价16号，30万元整。恭喜16号和我们的最好一位保主达成了交易意向。我们来看一下3家拍卖公司给出的市场估价。6万元，价格比是500%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嗯。邓老师，他决定花30万买了，您要劝一劝他吗？我一定要严重的劝一劝他。哦，我劝他抹掉一个零以后再考虑，因为这件东西啊是仿清宫这种造型做的东西，而在清代是没有仿宫廷的东西做的东西的啊，这个做的形似，但是全都不到位，尤其它的榫接。榫接的燕尾榫全部似是而非，所以这种东西是应该后来仿宫廷做的。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这一类宝物的市场趋势。清乾隆以后，紫檀这种珍贵的材质开始大量用于家具制作中。据不完全统计，截至2013年7月1日，紫檀木的总上牌量371件，成交194件，成交额为2亿2703.12万元。2009年10月8日，香港苏富比拍卖的清乾隆御制紫檀木雕八宝云符文水波云龙宝座，拍出了7557.22万元，暂列紫檀木的历史最高价。在这里，我们要恭喜的是六号夺宝人张建军，你是本场最具眼光的艺术品投资人，恭喜恭喜！感谢所有夺宝人今天的热情参与，所有的宝主和达成了意向的夺宝人，希望你们能够顺利交易。再次感谢4位专家老师，辛苦了，谢谢各位老师，谢谢。感谢各位收看本场的一锤定音，我是朱毅，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，拜拜。CNTV 看相关视频，就是有点乐，仿佛看到了初恋。是什么宝物的出现让专家如此有点回到了故宫库房的感觉，那种感情他就喊了一声都能答应。又是什么宝物让原本是搭档的两位夺宝人争执起来？我怎么就不合适呢？啊，你这个看你东西眼神就不准，你知道吗？我这眼神要不准，我能找你做搭档？一件清中期黄杨木手把架为何被夺宝人如此形容？您给这个作品起个名字，你会起什么？我觉得叫非常难缠。一幅由两位画家合作的秋娇印马图能否得到夺宝人的认可？但是我看他一点睡意都没有，子非马焉知马在睡觉。下周同一时间，一锤定音，敬请关注。